有一个美女从小就非常喜欢吃海鲜。今天是美女的生日，她决定花六千块钱买她最爱的八爪鱼庆生。美女一大早就来到了海鲜市场，老板娘提前就给她预留了一只三十斤重的八爪鱼。美女前脚刚想拎一下这只八爪鱼，结果下一秒就坚持不住了。紧接着，场面开始逐渐失控，八爪鱼死死地吸住地面，差点拖着美女走。美女使尽了浑身解数，最后只能蹲在地面上，直喊救命。 结果手一滑，直接摔倒在地。好在老板娘及时赶了过来，控制住八爪鱼。一只活生生的八爪鱼，美女自己一个人肯定是带不回去的。于是她让老板娘拿出剪刀，现场就开始处理起来。要说老板娘卖了十几年海鲜，处理八爪鱼起来也是非常利索的。不一会就把八爪鱼的内脏挖了出来。只是这只八爪鱼的一只触手死死的吸住了美女的手，吓得美女一直狂叫，真是太搞笑了。在老板娘的帮助下，八爪鱼很快就处理好了。 接下来还要清洗八爪鱼，美女也是将一年的家务活力气在这会都使了出来，一边给八爪鱼刷触手，一边哇哇大叫，真的是太不容易。看样子美女平常在家也是没少洗衣服。洗干净后，老板娘还帮美女把八爪鱼放到锅中蒸一下。这么大只的八爪鱼要蒸半个小时才会熟。蒸熟后的八爪鱼颜色非常的鲜艳，看起来感觉很好吃。美女赶紧让老板娘用刀给她切一条鱿鱼腿，她张大嘴巴用力的咬了一口。 真的是非常的有嚼劲，非常的新鲜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看来今天的生日过得真是值了，真要给这个姑娘点个赞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